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这个月的 Vlog 我们就来射箭。对的，因为之前也想射箭过，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视力问题，看不见那个靶。好的，今天咱们就期待我能射中个几环吧。Let's go。这个好像是八米的这个箭道。哇，八米我都看不见，我这个近视眼，我根本都看不见。那个好像是16米的，那我更看不见了，这我更看不见了。护胸，老师说很重要的一个护具，防止弓弦打手，这是勾弦用的，勾弦用的，不要去用手指这个啊。这个好的，所以一般奥运会是多少米啊？奥运会是70米。70米？天哪，70米该多远啊？10倍。我现在这个8米我都看得不是很清楚。首先教练要教我动作啊，动作。我先试试吧。可以试试。好，就是。然后呢？对，很好。好，瞄准，瞄准就松手。哎，很好。在哪儿？拖把。暂时没上吧。教练，暂时没上吧。哎，九环，九环哦，从多拖把到九环，很好。第二箭，放箭可以快一点，放箭可以快一点，拉久了会很累啊。懂了懂。这个右手啊，右手尽量往下巴，下巴这个叫推到下巴，固定住，推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手就不会晃，这个地方。为什么会变高呢？动作不一致，和每支箭飞的就不一样。好的。好，靶心。靶心十环。十环中的十环。十环中的十环。十环里面还有一个小飞。哦。哦。那十环。哦，那十环。我第一次挑战是18米，你要抬高，我要抬高，我要抬高一点。九环，看到没？下一位谁？有被笑到，拖把，拖把，你们就请我喝东西吧。同样都是第一次射箭，哎，教练，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吧。这。这是什么？九环。九环。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射箭 vlog 已经就是结束了。其实射箭呢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考验耐心，然后臂力，可以说是一个特别解压的一个运动嘛。如果自己有什么烦心事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来射箭。你在那个时候会心会静下来，会全神贯注的瞄准那个靶心。以后有这种射箭的小比赛，可以愿意去参加的。好的，这期的我 vlog 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是十环。